角度遭到包夹，再回给 Brown 塞进去，陈耀伟竟然没有人了，开一个空门呐、啊！那是的时候，对，好球，对，这个又有一个溜底线，他到禁区里面得分。一转，阵容拿球，注意好防守，他一个后仰的单脚起跳出手哟。吕正如拿下25分，本季最高。就在右尾的手上，底角正如摆脱之后的出手，哦，做一个假动作，对。传说中投，没有尾，再给翻身，又要打进去了。又有哨音，而且这回是应该是要更多的协防啊！你放一个荣誉圈、荣誉升这样子一个一堆去防守，事实上是真的吃亏啊！不管高度的经验都有落差，对。所以这一下要打的话，李正如倒地，布朗这个转身决定自己来了，哇哦，更有破坏力跟侵略性。对，这个球啊，就是布朗处理得很好哈，发现。外线，韦如慧先发就是之前前几场的外线，蛮稳定的发挥啊。这场球就投不进。哇！陈耀伟在投，很正宗的。那也来观察一下今天勇士一开始的防守是不是还会占区域呢？哦，这个小球陈耀伟送给了翻身。对，这个看一个切入哈，发现赛这波补位的时候传给陈耀伟。超前，钢铁是联盟当中超前排名第一的，再交给后面拖车的翻身。但此时双方的差距已经到10分，现在是3-1啊。那不过是跟着比较身高啊，根据是中路啊。剩下4秒钟，全场观众在倒数。跟着拿到之后转身的插板球打进去了。情绪反应过大，对，然后赛后又去。陈耀伟这个地板球引导式的给翻，对，这个球又有一个碰到一个传球，对，传给 Benson 就一个大一个动作的一个灌篮，嗯，飞，突然吸引了，对，今天陈耀伟第一次被压迫，再给吕正如又一个犯规，而且还投进3分球，哇，这个。英文有一句谚语啊 ，Last nail in the coffin 就是在对方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钉子，钉下去大概就稳赢了。